哎呀，拉下面了，他又要 Q，好尖呀，这机器人！打蛮王要带不灭的，打蛮王，不带不灭的话，打蛮王的话很脆的。抓爆狗头吧，这狗头肯定要 Q 这个。双杀了。猪妹叫的好难听啊，能不能学学阿狸呀、对面打野有点离谱呀，他为什么想着帮狗头反蹲啊？中路这个血量我先去吧，我怕他直接死了呢。怎么就回家跪键盘了呀？Q 我，Q 我，你打我，来呀！你打我，打你又怎样？他半天不 Q 我啊，为什么不 Q 我？我想他 Q 我，然后我摸眼躲，你知道的。哎，不过无所谓，杀了。感谢用户02451844的饭卡，谢谢你的饭卡，感谢，谢谢你的礼物。我靠，这蛮王怎么这么离谱呀？肉蛮王吗？肉蛮王。我又双杀！我靠，没 Q 到，Q 到双杀！很急，我靠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nice！哇，我狗命！可以，还有我助攻。哎呀，肉蛮王真恶心呀！没见过这样的出装的。
憋了憋了憋了，谢谢 ZZZZ 存的办卡，谢谢谢谢。锁住了呀，死了呀，这不这石头人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，打着打着难道没血了，二他你快走啊，你还 A 他，WCG猪妹好烦啊，干嘛呀嘛，杀蛮王你干离了来，你 WCG 来看看你的猪便利还是我的，哇好肉啊，狗头来了吧是吧，随便溜他，玩他，算了 ，Q 不死 ，Q 不死，先是红吧。他没大招的，现在，而他，二两个，二啊！你奶奶你不早玩，早玩啊，哥们儿，一路生花谁？玩石头人的都感觉很怪，你知道吧？要不就不玩，要不就空玩。刚才那么好的机会，两个人在一起他也不玩了。这把下路我都没去过，下路小带啊，这把下路我都没去过，下到两个小带啊，打穿了直接，可以。先出黑切吧，感觉这边是智龙，这边中上也好受啊。他们打野是不是挂机了？他们打野。A Q， 打个 R Q， 没死吗？我靠，这冰雨！
蛮王刚在石头的那个位置，我看到了，你知道。走位，你很急，我知道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你打我呀！交易啊，一五，哎，反向跑。现在是哪国的掌握巨石？好玩啊！